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言。那你对于平板电脑的定义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如果是我们放在4、5年前被提出来，相信大多数的用户呢，都会认为这是一台大屏的娱乐设备。的确啊，平板拥有更大的屏幕，无论是在看视频呢，玩游戏啊，都更加的直观，也更有冲击力。不过呢，随着硬件的性能迭代和软件的功能迭代，围绕着平板电脑的关键词啊，也逐渐的向创意工具啊、生产力方面来倾斜。那如今的平板电脑都有哪些实用有趣的玩法呢？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一款华为的 MatePad Pro 5G 版本一起来看一看。华为 MatePad Pro 5G 的形态和之前发布的版本接近，同样是四边等宽的全面屏设计，加上屏下开孔的摄像头，正面亮屏之后有高达90%的屏占比，大屏幕属性得到充分的释放，16:10的宽高比在看电影的时候上下黑边也更小。MatePad Pro 5G 在镁合金框架上集成了4声道的四扬声器发声系统，加上哈曼卡顿调音，外放的确是比较震撼的。背板呢也很简洁，我们使用的 MatePad Pro 5G 呢是丹霞橙配色，素皮材质，入手呢细腻，质感亲肤，同时坚韧轻薄，整机的重量不到500克。华为的 MatePad Pro 5G 呢，搭载了7纳米加 EUV 工艺制成的麒麟990 5G 芯片，除了有着优秀的计算能力啊，还支持 NSA SA 的双模 5G。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测试的户外下载的速度，那确实是非常快的。电池容量方面 ，MatePad Pro 5G 呢是7250毫安时，标配40瓦有线快充，并且呢支持27瓦的正向超级无线充电和7.5瓦的反向无线充电，还可以配备华为 M Pencil 手写笔和华为的智能磁吸键盘。这样的配置呢，对于轻度办公来说没有太多障碍了。我们把情况设想的再复杂一点，出门在外啊，老板呢却丢过来一堆图表，要求你立刻汇总。这时 MatePad Pro 5G 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即时连接的能力，以 5G 网络的低延时、高速率的特性来连接华为云电脑 APP， 在虚拟化的个人电脑上运行桌面端应用，比如编辑复杂的文档和表格，或者是制作 PPT， 5G 下的华为云电脑都是可以胜任的。除了实时在线办公，云游戏啊也是云计算的呈现方式之一。以米咕快游为例啊，其中收集了众多的游戏项目，不仅包括了常见的手游，还有数十款主机游戏，都可以直接免去下载的过程，实现跨平台的游戏体验。在我们测试的 5G 网络下呢， MatePad Pro 5G 的试玩游戏最高可以达到 1080p 的画质，响应的速度啊也非常快。有了数据网络， MatePad Pro 5G 呢也内置了畅联通话，支持和其他华为设备最高 1080p 画质的视频沟通，那这个过程可以共享屏幕，同时在分享画面上做标记，边聊天边分享信息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在工作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，比如电话会议的时候播放 PPT 方案，有问题的地方呢快速标注。京东已经适配了这项功能，方便你和朋友一起讨论商品的性价比，避免分享链接的局限。那华为的 MatePad Pro 系列啊，在软硬件方面的多项创新，也让我们呢看到了在平板电脑上更多的交互的可能性和演化的方向。平行世界呢，就是将同一应用分层显示，它巧妙地解决了横屏应用难适配的问题。横屏进入平行世界模式之后啊，一个应用呢将会分成左右显示，两边互不干扰。比如浏览新闻的时候，你左侧看列表，右侧看内容，不用返回上一层的菜单就可以快速切换。 MatePad Pro 的多屏协同啊，也是备受好评的功能。那这一次呢， MatePad Pro 5G 也是继续沿用。所谓多屏协同，在这里指的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联动。开启后的智能手机啊，像是平板电脑的二合为一，两款设备呢可以一同操作，不用频繁的切换，双方的数据和文件啊也可以快速传输。平板电脑呢原本也是触屏操作，这样的多屏协同还不会增加你的学习成本。加上丰富的外设，用键盘来发微信，用扬声器来接电话，
把精力呢集中在同一块屏幕上。而且呢，这一次新升级了共享剪贴板功能，后续呢还可以在手机微信上复制文字，直接粘贴到平板里的备忘录上。这里啊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额外好玩的功能，比如分布式的图库和视频接续。随着个人拥有的设备越来越多啊，我们经常会有保存截图啊、拍照分享照片在不同的设备当中，找起来有的时候会有点麻烦。那分布式图库呢，是分布式技术的一种体现。相同的 WiFi 同一华为账号下，在一台设备上你就可以浏览其他设备的素材，还有清晰的归档，搜索也很方便。这样一来呢，既把内容进行了统一整理，还不占用太多单一设备的存储空间。EMUI 10.1 啊，还有一项更新是任务接续。在需要的时候呢，你把任务转移到其他的设备上，比如说我在华为手机上看优酷不过瘾，碰一下磁吸键盘的 Shift 键，在弹出的窗口点击续播，那 MatePad Pro 5G 呢就会自动打开优酷，同步智能手机上的播放进度。通过分布式技术打通周边硬件界限之后啊，使不同设备之间无缝的切换，跨设备的协同呢也变得简单高效。那这里呢还有一些小细节，智能手机呢会在续播之后主动停止发声，全部转换为 MatePad Pro 5G 来播放。去年底啊，华为在平板电脑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推出了他们的旗舰产品华为的 MatePad Pro， 并且呢持续的进行了投入，将最热门的 5G 网络引入到了平板电脑上，那随时保持连接状态，不必受客观环境的影响。 MatePad Pro 5G 呢，不仅继承了平行世界、多屏协同、智慧分屏等效率应用，还新增了畅联通话、分布式的图库、视频续接这些特色的功能，更带来了云电脑、云游戏的体验，配合主流的硬件性能，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完成我们的办公任务，再加上不错的材质和工艺，提升了整机的精致感与品质感。那作为华为全场景智慧生态的一环，我们也期待呢华为 MatePad Pro 5G 未来的市场表现。好，我是南岩，咱们下期再见。